甜心老师，你那华府、雷虎、联宇好飙哦！想知道后飙股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吗？当然喽，看节目喽。欢迎投资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化。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长辈股的代言人刘云熙、刘副总、刘老师。甜心老师你好，品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云熙老师哦。今天来到三月六号星期一了 ，Happy 的 Monday， 开心的礼拜一，我们又被涨停板而叫醒了。再次恭喜一路追随甜心的好朋友们，今天叫醒你的又是涨停板。的声音，华府6235的华府叮咚亮灯涨停板，还包括了我们这个连续下雨的天气，连雨28的连雨一样叮咚亮灯啊涨停板，哎，开盘哦，哎，一开始好彩头，再来一个 happy 的 ending， 哇，老师今天是赚翻天了，还不止这些，一路追随甜心您够久，你是我们的老朋友的好朋友们，这一档股票中从金虎年让你赚到了金兔年，创意这一波翻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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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五翻，好吧，五个月的时间股价翻出五倍，再来刚提到了联宇、华府今天叮咚，还包括了我们的货吼，一家吼吼吼，雷虎、精锐再创波段新高，甜心老师开心的不得了，嗨翻天了！今天礼拜一耶，老师是明天要开心花、月亮花、金亮花了吗？啊，可以哦，可以，每天都这样哎，那个飙股一档接一档，获利无法挡啦！恭喜大家，撸探撸贼，这个盘。你绝对要跟上，一定要跟紧。我认为齁，今天这个盘冲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来到15818了嘛？对的。今天这个盘，今天这个走势，只是再次的验证妍希的功力而已。没错，我说过了，我要大家可以在股市里面是大赚，是的，好，而不是跟你小打小闹的，对不对？我上礼拜五，我很记得我节目讲的非常清楚，我说盘压不住了，没错。盘压不住，其实我上礼拜讲了，我说后上个礼拜美股在回落啦，嗯，台股利空不跌，是的。然后呢，一堆的经济数据告诉你以后经济要衰退，嗯，但是台股利空不 跌。再来呢，上周五之前呢，一堆的鹰派言论又出现了，对，嗯，但是呢，台股利空不 跌。好啦，到上礼拜五哦，礼拜四开始，费德稍微有偏。鸽派的言论说，今年有机会在年中，就升息到顶了。哦，那只是预期，对，没有绝对哦。预期是不是才一点点的利多？是啊，一点点哦。结果上礼拜五台股就涨出去了。有，再来哦。上个礼拜五后，美国的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回落了。好，所以上礼拜五道琼大涨，今天台股棒，就立马冲出去了。这就是再次验证我的看盘哦，我讲得很清楚哦，来，利空不跌，利空不跌，底部才会有的现象，没错。但是底部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稍微一点点的利空，利多啦，它就会一点点冲出去了，它就冲出去了。哇！再次恭喜会员，撸探撸贼，哎，投资朋友。看盘是基本功哦，基本功啦，是最基本的哦，盘就照着老师的规划走哦。还有我说过后，我带着你后，我希望帮你第一点趋吉避凶，当然我希望帮你后，你买完股票，操作完股票，你可以买得下，你可以睡得着，当然你可以安心的工作，是的。所以呢，我一直跟大家强调，台股在这个位阶，你买股票麻烦你本职学能提起来，这个位阶是丑媳妇见公婆，丑媳妇要见公婆，你一定要会看财报，你基本面一定要会，题材面、产业面一定要会。好，所以上个礼拜五我已经站出来帮你趋吉避凶，举例创意就知道。上个礼拜五全市场在疯 ChatGPT， 是我坐在这里
告诉大家见好就收，记不记得？有的，见好就收，你要会赚、你也要会守、啊、哦，不是就是后看上去看下来，哎呦，那就来回成空了呢，那叫纸上富贵。哎，母汤，那我也讲后创意两波的操作，我底单在405，是的，然后呢，我加码单在640，有，然后呢，股价冲到1200，是的，我怎么可能会想买？我讲得很清楚，我说见好就收啊。对呀、啊，你会不会像妍希的操作这么灵活？当你见好就收的时候，后呢、嗯、回来来来看6235，叮咚亮灯涨停板华福，我是不是一桶金带你转过来啊？继续转啊，这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华福这个我们老朋友了、哦，真的老朋友喽。这个有多老哈、嗯？我稍微讲一下哈，去年我就在讲了，是。当时股价才三开头、欸、是啊，才三开头不到40块钱，好，那重点呢、嗯、小赚了嘛、嗯、对不对？好，结果到过年呢，来，是不是都有索取我2023的趋势大预言？趋势、大预言我都先跟你预告，我今年整年度的操作里面拿出来通通赚正，是华福就在车用这一块，哇，好，到了上个礼拜、哦、还有股价快要压不住了齁，资、啊、金有的有没有、嗯、加码好不好？好 啊， 好啊，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两波操作是的冲出去了，乌啦，今天后开盘没有10分钟就叮咚亮灯涨停板了，标股我会给你，哎，你会不会驾驭？很重要哦，我认为这个很重要、我一档股票可以赚过来赚过去，是、啊、大家有没有这个灵活度、来，我们来讲哦，你看到华福这么强哦、标股背后一定有秘密的，当然当然，我跟大家强调哦，这家公司啊、去年大概花了14亿设厂、设厂、为什么要设厂？大家一定知道是需求很多嘛，对呀，好，需求很多，但是呢这个二厂的需求出来了以后好像不够用，哎、今年又花好几倍的钱去设三厂，来，我给大家时间，是三场哦，大概要到第三季投产，第三季产能就要开出来了，那我是不是又再度带你赢在起跑点咯？恭喜大家，撸贪撸贼啦，一档的股票可以赚到欲罢不能，还要还要的呢，你一定后这个时候看股票要丑媳妇见公 婆，来，看到一家后后后后五告后坦，老师这个军工股你这家后五告也要坦呢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去年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股价才21，是啊，一波冲到49，有一波冲到49，全市场都在夯的时候，我带你换什么10年寒窗无人问的 JPP、啊、这个节奏大家要非常的清楚，为什么、因为很多时候我懂得见好就收、这个 我是希望大家要认真，对，好，我随时都帮大家准备好。你可以看到去年我雷虎一波冲上去，全市场在11月、12月都在讲军工，都在来了，我反而一直跟你强调十年寒窗，有的。然后你再看去年的大盘，有没有？你可以看到12月的台股是回落这一段，没错，1588嘛，是哦，没有记错、哦，这一段就1588。那你看哦，8033在这一段时间是不是慢慢慢慢的往下盘？对，但是我是不是帮你换5284，对啊，是不是慢慢慢慢的往上垫高？有的，这是不一样的操作、我认为这个节奏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一样看好军工，是我对军工这一块呢，吼，毫无悬念、但是你会不会像妍希这样的操作？带你赚最好赚的那一段，我说过了，我把大家的资金当我的资金嘛，所以你看到8033后在12月是这样回落的，但是我帮你换到5284，对不对？冲出去，好啦，冲出去以后来冲到99，妍希也坐在这个位置上。老师，我说了，我认为后面空间没很大，因为合理股价我都算给各位了啊，会员通通赚正哈，有的合理股价妍希都教大家怎么算了，我还送铁粉，对呀、啊，真的还无私给铁粉呢、欸。所以我说吼，当我的会员绝对是最幸福的。那如果你还不是会员，你当我的铁粉一样很开心，当然，因为很多的第一手讯息是我一样给你嘛，没错。好啊，所以你看到哇，老师，你那个铁粉吼，你在 JPP 喷出前还直接给目标价，有的是不是？不止会员赚，铁粉通通一起赚，一起来赚正了啦。好哦。再来哦，有没有看到我跟你说这一段时间
好，99了 ，JPP， 我觉得空间没很大了。来，一家后，后后后，有空来啊，继续赚。45块，有没有四开头？有啦，喷到今天62.2，好好赚哦！再次恭喜会员，撸碳撸贼！哎，老师，你还没眷顾他的时候，他股价就横在这儿嘞。它就是横向做整理耶，螃蟹走路一样哎。你一进去之后呢，哎呦，喷喷喷！你怎么跟会员讲？会员说：“老师，雷虎是你养的哦。”真的啊？你是把他从猫养到老虎吗？我觉得其实我盘中后那个股票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会员都太嗨了啦。对呀、啊，啊你还没爱他的时候，他就这样横在这。我说了哈，其实这里本质学能拿起来一定要的。你刚才我提醒你了哈，华福的二月营收出来了，还有很多公司因为。今天才3月6号，对呀、啊，还有很多公司是要陆续要公布了。对，就像我上礼拜讲的，普天安康，我等一下下半场告诉你、哦，我等一下，但是你看一下我今天我给会员的讯息。好的，各位你看一下，因为我要告诉大家的话，不是说我创意很会赚、嗯、，JPP 联宇、华福啊、雷虎、深瑞很会赚、嗯，我不是要跟你讲这个、嗯，我是要告诉你今年。才刚刚过2个月，没错，都现在才3月的刚刚开始，嗯、才刚刚开始，今天的台股又再创波段新高、嗯。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今年的行情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就如妍希之前讲的是倒吃甘蔗，有的，我认为这个行情非常好，是刚刚开始，嗯、没错。记不记得我说这个大盘在这里以后喷出去，下一个阶段应该都会背了，嗯，不会背的。回去节目听，我每天讲下一个阶段。哎、欸，老师直接帮你，我直接把对我直接把下一个阶段的目标给你了、嗯。所以在这里，你行情不能小看，你也不要预设立场。没错，这样了解吗？清楚明白。所以我今天特别后跟那个公司争取。嗯嗯、我就想说，老师，你股票这么飙，大家都敲我老师。今天其实是专门给会员的啦。哦，不过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们会员的喜悦哈，所以没关系，铁粉哈，如果想要跟上的哈、嗯，就来电把握这个特殊的专案喽。来这个 special 试备秀的专案活动呢 ，for 所有想要轻松跟上甜心的好朋友们，通通都有哦。不管你是我们的会员也好，或是我们的铁粉也好，走过经过路过的。投资朋友都好，你看到甜心老师这一路的操作，这一波给大家的获利，给会员的获利哦，还有包括了这个波段行情盘势，甜心都帮你掌握的准准准准准，这个获利呢，让你一路赚赚赚赚赚。所以刚刚提到很重要，看盘是基本功。今天真的应我们的会员要求，真的希望大家赶快要、哦、趁着这个会员的要求啊、哦，赶快跟上甜心的脚步，十倍秀的优惠，跟上甜心，让你无后顾之忧，就像是晚上多了两片无后顾之忧一样。哎，好像扯太远了，无后顾之忧，让你呢股市安心操作，买了心抱了放心，赚了会更开心。会息会费，我刚刚帮大家探听了一下，甜心说了算，一定挺你挺到底哈，赶快电话来做拨通，跟上脚步喽。欢迎你，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亲爱的朋友，电话拨通了没？赶快跟上最会驾驭飙股、最会驾驭长辈股的老师，来轻松跟上，轻松大赚哦！今年才到三月才杜凯西而已，刚开始，刚开始，杜凯西老师给你的标股就是一档接一档。刚提到了看盘是基本功，实力真的不怕你赚正。持续来到了三月初，老师给你的长辈股目前4档。可是，欸、我华府还没放上去吗？你华府也没放，雷虎也还没放，现在才三月初而已耶。因为这两只还有的赚呢，感觉好像还赚不够，哎、欸，还赚不够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你看到老师给会员好朋友的股票这么的标，好一路验证，一路见证，都是事先给大家的标的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实力真的不怕你赚正。今天甜心说了算。几股我也听你听到底啦，会期会费甜心说了算，通通让大家轻松跟上，会期会费完全不是问题。好，同样来、嗯、我说了齁，这里大家要驾驭飙股的能力一定要拿出来，当然你很害怕，我知道，嗯，你非常怕，为什么？你如果真的前面没有我们这样跟我们一波的时候 啊，这段时间我一直跟你讲好股票，你又不懂得上车，在这里你很怕，是我知道，但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，你会怕是因为
没有我在你身边。我们举例好了，你看到华福今天冲出去，对呀，对不对？华福冲出去，我讲了一个重点了，我说他二月营收出来年增55%，来，我是不是告诉你普天安康？来，普天安康拿出来，我是不是已经给你预估？我已经预过，我现在跟大家讲，普天安康的二月营收还没有出来，但是我早在上个礼拜之前，我就已经预估了二月营收年增将超过80%，我已经把本质学能提起来了，而且上礼拜连二红，今天来直接开，今天连三红了，直接开了，还很低，来看一下，哇，2495的普安，上礼拜其实我在 LINE A 都已经公告了啦，已经先透露泄露机密给大家了。我说了，我只怕大家赚太少，我常常不小心那个 LINE A 发文，我就直接股票都出去了。可是我觉得没关系啦，所以。其实我常常都被人家笑，老师你真的太勾引了啦！你这样怎么收会员呢、啊？没关系啦，我希望大家能赚，吼，大赚小赚，吼，都能赚，都是大家的福报。当然当然，好，那当然我会觉得，吼，如果你想要大赚，其实会费根本是小钱、啊真，真的是小钱。为什么这样讲嘞？来哦，你看到联宇，对，联宇我在年前叫我所有会员买好买满，哎呀，爆股过年无悬念呢、啊，是不是震一震，震一震，今天又喷出去了？乌啦！那前面这一波已经101%，已经翻倍了，涨倍股。妍希你好恐怖哦，过年的持股到三月而已，还在涨、啊，还在涨，继续的飙哎、欸！我要大家就是。你会赚钱、嗯，大家就是你好不容易，你可能一辈子，我相信啊，不见得会买得到那种涨一倍、涨两倍、涨三倍，甚至像我们创意翻五倍，五个月而已，股价翻五倍，哎、啊欸，短短时间、欸，我是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花在研究，没错，产业上面，嗯，这样了解吗？就像我说了，你在股市要先知先觉，很多人没有办法跟你预知，可是我已经预知营收获利给你了，嗯、就像之前很多人在。5284的 JPP 股价在60-70这里晃的时候、嗯、很多人不敢买，可是呢我已经把预估的数字给你了，是的，营收教你拆解怎么去算了、嗯、所以呢一波从六字头飙到九字头，乌啦，对不对？有 我要大家要有这个能力、嗯、哼，你有这个能力，你已经对这家公司够了解，当然当你对这家公司够了 了解，你已经知其所以然，是啊，你了解了以后你自然能够抱得安心赚得开心、啊、这很重要欸、不然你一下子被美股后大跌影响、哦、一下子又被鹰派的 Fed 的升息言论影响、嗯、没错、哦、你那个股市的杂音太多了，是会影响到你的操作，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、哦、我很认真、嗯嗯、那我很认真、哦、我不用一直提醒你，我要你跟着我、嗯、很轻松，譬如好了，上个礼拜五我才讲说好啊，来铁粉我给你小礼物、啊、你想要的好朋友来拿，对，各位看一下，今天里面那个光，就是那个光，就是那个光。老师，你也太强了吧！哎、欸，老师，你都是事先给大家的耶。会员有赚钱比较开心啊，我都已经没空讲了。我要大家可以赚钱、欸，哪有老师连自己的股票涨停板都懒得讲？来，3362是今天是不是叮咚涨停板？来，我们讲一下3362是什么，好不 好？来，今天很多光学有动，其实来。安控、车用、军工、嗯、光学、嗯、都有联动的效应，为什么呢？你如果要军工强、嗯、无人机要不要镜头？当然要啊、欸嗯、车用要不要镜头？也要啊，所以我说产业你要研究够透彻嘛、嗯、好，那今天3362我要讲齁，3362的大股东是谁你知道吗？那两根3008今天是不是叮咚亮的涨停板短的更哦、啊、对啊、哦、但是3008、嗯、它的产业一直聚焦在手机，知不知道？对，它没有车用，对不对？嗯，没有车用干嘛？我就直接去入股一下有车用的就好啦，就跟他走、欸、哎呦，那富爸爸嘛，富爸爸会扶持嘛，所以今天先进光叮咚亮灯涨停板、啊、开心啦，哎哎、欸欸，这些标股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老师都知道，老师都知道，而且股票先给了。对啊，哦、所以你看到联宇喷出去，喷出去8033一家后，后后后也喷出去了。6235，哎，华府也喷出去涨停板了。再次恭喜大家啦！撸碳撸贼，跟上甜心就是吃香跟喝辣，带你赚最好赚的那一段，带你吃最甜美的那一段。钱钱就是左手啊，赚完再换右手赚，然后呢再双手一起来赚。今年是倒吃甘蔗的一年，一定要赚，非赚不可。赶快跟紧甜心 follow 甜心的脚步，来汇集会费真的
都不是问题。好，会费绝对不是问题，没有赚到才是你最大的问题，才都开始而已哦，才刚刚开始哦，股票一直都有，标股一直都有，你何时来，我们一起来赚哈。打勾勾，吼，勾勾手，务必来电做把握，汇齐汇费，甜心停你停到底，电话直接来做拨通。节目中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赚不完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。YT 频道的好朋友，明天见喽，拜。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